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那你确定吗？喂，陈静，入场券弄到了吗？走啊！红灯啊，大哥。一夜，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哎，萌姐，我找苏怡有点事儿。哎，你知道他下午准备去哪儿吗？哦，村上奇个展是吧？好嘞，多谢萌姐。坐稳了，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赶紧吧，别拼了。哦，总监，你要的酒我已经带来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等会儿别说话，跟紧我。可是我们没事。你好，二位的票。嗯，好，请进。你好，二位的票。不好意思，晚到了。这位呢是村上老师的助理，我刚带他出去买庆功酒了。抱歉呀，我们出来太着急，忘记带工作证了。现在展览也快结束了，如果我们再不进去，村上老师怪罪下来，丢了工作就不好了呀。今日は何度しても私たちは入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好，二位请进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姐，你刚才实在是太厉害了，脸不红心不跳，我都紧张的差点露馅了。你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损我呢？啊，一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啊，我开玩笑的。那个是不是村上？对对对，就是他。酒给我，其他交给我。嗯，では、こちらで。村上先生、こんにちは。では、先に失礼します。お会いするのは初めてのようですね。じゃないと。あなたのような美しい女性を見覚えがない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ご用件は？私はリーシーの新商品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担当者、ソイです。リーシー、この間の予約の違法的にキャンセルしたのはそちらではありませんか？何を今さら？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キャンセルの件は誤解ないんです。
誤解を解きたく会いに来ました。すいません。では私から言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けど、残念ながら私は二度目の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主義なんです、うん、先生の作品は失ってもやり直せるという思いがこもっていて、希望が伝わってきます。なので私に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とは私のことについて随分詳しいのですね。先生の大好きなお酒を友人に頼んで送ってもらいました。もしよかったら飲みませんか。気持ちさは伝わってきました。では私の部屋でじっくりとお話ししましょうか。お酒は普段よく飲んでるので、せっかくなですからワインにしましょうか。お願いします。すいません。接电话。这边。野心のある女の子は嫌いじゃない。その正体、承諾しよう。あ、それに李氏の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のデザインも出し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大変助かりました。だが私からもちょっとした条件がある。ああ、創作の時の個人的な癖のようなのもだ。もちろんです。先生の性格を尊重し、創作をサポートするのも私の仕事で責任ですから。ソイさんは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への協力の決意はどれくらいあるのかな。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は私の未来とプライドがかかっています。先生は私が正直になれば協力してくれますよね。それもソユちゃんの覚悟によるね。苏叶，你看看啊，苏叶，苏叶，苏叶，靴だけはごめんです。不好意思啊，让李总见笑了。明白。代言人的问题您放心，明秀一定会解决的。你解决什么呀？你解决，你知道村上琪是什么人吗？ Are you okay? 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为什么总是要让你身边的人担心你呢？李总，苏叶，对不起，是我不该。表弟啊，明明会说英语，非要说日，
哎，李总，罗经理那边合同出了点问题，要您过去看一下。所以，你先回明秀吧，哪儿都别去。李总的意思是让你尽快解决代言人的问题，这边忙完了之后要立刻听你的汇报。幸亏我机智，差一点就前功尽弃了。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如果你拿起一只包，正在犹豫，突然有另一个女的也想买这只包，我直接拿下呀。鲶鱼效应。我学工商管理的，我用得着你们两个教我呀？你就是那条鲶鱼。让我去套路苏一。不愧是高材生。我有什么好处？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谈判。哎呀，阿尚是不行，我还能以身相许。我呸。嗯。我要你，永远都欠我的。你说这招本来是为了刺激他，那为什么我现在心里那么堵？你学过物理吗？嗯。你先别急，你听我说，这叫力。你脸现在疼吗？废话，疼就对了，我手也疼。正所谓伤敌一千自八百嘛。如果你只说最后一句话，其实我也能听懂。苏总好，苏姐，这是你让我找的村上老师的资料，关于他的版权问题，我还在问法务那边。不用问了，大家过来一下。是不是拿下村上琪了？这么快，真太好了！我就知道苏总一定说到做到。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失望了。艺术家联名这边不太顺利。雨中豪杰呀！苏总监首任衣冠禽兽，感觉爽不爽？罗经理该不会想说，这正是您的良苦用心吧？在苏总监眼里，我这么好心吗？错失村上琪是这次新品计划的严重损失，这将意味着我们无法在黄金月进行推广和营销。这么大的损失，明秀负担得起吗？我宣布，明秀的合作和新品计划一起终止。罗经理，您现在这么着急终止品牌活动，这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就是您希望的。罗经理肯定是专业的，您也是因为知道村上琪的人品，怕影响了李氏的品牌形象，所以才选择终止和他的合作。我坚信您一定不会草率地斩断一段长期良性的合作，所以我恳请您给明秀两周的时间，我一定找到一个满意的新代言人。一周。罗经理慢走。所以我需要大家抽出时间帮我去搜寻各行各业的人，关注他们的最美时刻，不是那种完美无瑕的美，而是一种自信能量的具象化。我们新品推广的概念代言就是在场的每一位。大家加油，一周以后的提案汇报我们必须交出一份无可挑剔的答卷，等提案通过了，我保证大家奖金翻倍。
更换代言人的事情怎么样了？明天见面会吧。你拿我电话干嘛？你紧张什么？又没有人脸识别，我又转不了钱。我给苏一发个消息。你给他发消息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帮你追媳妇呢。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先对我敞开心扉。他不说你就不说，你俩比哑巴大赛呢。你这冷战打赢了，你是能称帝还是能登基啊？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吗？你以为我天生幽默，我自己能控制？帮你还没好。上次你也说帮我。嗨，合着成了，就是你魅力大；败了，就是我出的馊主意。行，就当我将功补过了。啊，谁让你这没有金刚钻的选手揽了瓷器活呢？来，我跟你说啊，你明天见到啊，你看我手机啊，你都给他发了多久的微信？现在亮都不亮，他这么长时间没回我消息，他能不能又遇到什么危险？我得给他打个电话。你怕是得了苏一被迫害妄想症吧？啊，点到为止，张弛有度，你懂不懂啊？你欲擒故纵，你发多了没有什么意义，明白吗？啊，你不要再发了好不好？啊。我一会儿下班，小龙虾，你是想吃蒜香的还是麻辣的？你的女神今晚想吃小龙虾，你给我好生伺候。这个苏一居然不回我信息，肯定在偷偷背着我减肥，看我夺命连环call。夕阳，爸。哎呦，那个好久不见了，今天夜班是吧？我已经下班了。这位是？我妻子。来，快，先坐下。哎，来，快。要生了。今天晚上有点不舒服，我带她来医院看看。她是你女儿，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她在医院工作？那个夕阳，最近是不是挺好的？哎，要结婚了吧？我和我男朋友去年就分了。分得好，那小子一看就一脸的丧气。你爸的意思是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分了赶紧找。不然以后没人要了。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家洋洋追求者那可是从巴黎铁塔排到东非大裂谷呢，那叫一个琳琅满目、挑花眼哦，怎么就没人要了呢？你是？他是我的男朋友，医院院长的儿子。那就好，别像他妈妈那样，一天到晚忙事业，没个人情味儿。阿姨，
您这样说我未来岳母，我可就不高兴了。女人忙事业怎么了？起码可以养活自己的孩子，总比那些抢人家老公靠生孩子来留住男人心强吧。不是你，那夕阳，那个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慢走啊。刚才那位是岳父啊。你能不能别这么猥琐，天天跟踪我。我哪里跟踪你了？我是来接你下班吃宵夜的。这个苏叶竟然出卖我。我作为你的男朋友，自然是跟你有共振啊。打住，刚刚那些话是为了充面子瞎说的，不作数。那我们回家吃小龙虾。正合呀正合，我就不像你，天天这么无忧无虑，除了泡妞就没有一点烦恼。我以前以为你只是因为看不上我，觉得我配不上这么优秀的你，现在我明白了，你竟然是因为自卑。你什么意思啊？我突然对你很失望。失望就对了，那是因为从小父母离异的不是你，背后空荡荡的人不是你，尝尽人间冷暖的人不是你。够了，不要总拿原生家庭当借口来逃避一切问题。谁的童年还没点阴影啊？多大的人还这么矫情？父母给他伤害就永远治愈不了了吗？你不是还有朋友吗？你不还有我呢吗？我也就只是说说，其实小镇同志说的还颇有几分道理，真看不出来啊。那请问我们的夏夕阳女士，你就这么从了吗？当然没有，我老夏是什么人啊？立即一个耳光扇得他满地找牙。说实话，给了他3个月的男友试用期。哎，洋洋，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被动的性格。不过我这算不算是有心插柳？正好促合了郑和夏夕阳。哎呦，都说了是试用，试用，转正之路遥遥无期，不满意随时退货那种。有人急了，急了，急了，急了！没有。喂。好。洋洋，丁航找到了当年我父亲尸检报告的法医的姓名和照片，我打算去找一下他。只有照片和姓名，海市这么大，无异于大海捞针啊。那也得去找啊，楚墨那边现在又行不通了。行，那我回头问一问我医院的同事，说不定有认识法医这块的，你给我看看。这个人我认识啊。你认识？郑毅，我们医院的院长，也是郑和的爸爸。这我熟，我爸是院长，我带你参观参观。李嘉尚和郑和成天勾肩搭背的。阿尚的酒我帮他喝吧。比亲兄弟还亲。时间把岁月追赶一场梦，从此变得行色匆匆。
都还在向前走，彼此却没有了肩并着肩的温柔。也不是所有联络都失落，不约而同，言不由衷，只能做彼此的观众。散场的拥抱有始无终，我静默不放的固执感受都落空，你无心一句话就让情绪全翻涌，少说一点难为的，多一点好受，还爱的就别说出口。只怪我不懂得怎么唱这首情歌，只怪我不懂得怎么祝福你快乐。距离让合照褪了色，心还在炙热，四季变换了，遇见心跳还有几个。只怪我不懂得太爱却失去资格，只怪我不懂得距离像一条